Hello， 大家好，请。那么接下来我们 One Piece 邦提拉西啦。那目前来说啊，这个邦提拉西啊，今天这一次这个赛季啊，算是蛮特别的赛季，因为已经打到了这个第100的赛季了哦。所以这边的话有一些关于就是第100赛季的一些纪念的东西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就还蛮爽的。有没有看到这边突破第100赛季的这个纪念，全员送好礼这样子，送一些小东西啦。所以这个赛季的话呢，这边有讲过，就是我应该会试一下来打一打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打到一个比较后面的这个位阶吧。哦，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多打个几分这样的感觉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最近就是大妈玩的很顺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继续给他大妈走起，然后来看一下能不能帮我们这个新的赛季啊，来就是开张一下这样的感觉哦。应该是北败的吧，哦，应该是北败的。这边放一个瓦伊帕好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OK， 随便乱放哦。然后这边啊，直接走起 S 加赛季哦，先爬到 SS 加，然后试一下，我会先爬啦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慢慢的能不能打比较多分这样子哦。那大家最高的话，基本上你们有打到百大吗？或是打到哪里，可以在下面跟人分享一下。反正这款游戏的话是真的还蛮好玩的，而且已经出到了第100个赛季嘞，哇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了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我们第100赛季的第一场能不能取得我们好成绩。看一下我们的 Big Mom 妈妈妈妈走起！哇，有人叫白胡子，然后玩美音，有人叫白胡子，然后玩美音啊！走起走起，来，我们这边先来站点，然后这边走起，吸一下哈。这边先来把这个血量拉高，然后交给我的队友们了。哎，看起来目前状况都不错哦。反正我们妈妈的这个工作啊，就是继续把这个血量拉高，让大家就是比较难夺走这样子哦。应该要上分是比较简单的，嗯，不要乱玩应该都 OK。但最近基本上我只要拍片，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那个还没有玩过的角色啦哦。然后等到我们就是那个试一下的时候，这边会再多爬个几分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分数打高一点点这样子哦。然后这边走起，妈妈来了，妈妈准备来回这个地盘的血了，各位。哦，这个大哥守得很好哦，原来是杰克啊，杰克这边交给我，你可以下去了，赶快去帮忙一下其他人啊，哦，Go Go Go！ 有哦，这感觉都有千里传音的感觉哦，有 Nice。那我们这边杰克拜，哦哦。他这边也是那个哎，也是拉很长哎。完了完了，我应该要切换那个黑布力棒棒的。葫芦巴拉，完了 ，GG， 完了，我刚刚应该早就切换成那个夺宝手形态了，我在那边乱搞，呵呵，那边耍智障了，没事。大河也是可以夺的哦，多一点夺宝角，轻松又自在。妈妈对，刚刚那个对面那个飞来飞去，很像苍蝇呢，妖修。好，走起，开夺。大河开夺，猫有问题，夺起。来呗。我被定了，我被定了。哦，我下来了，好，我死了，但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基本上40几秒，只要顾好一个点，一些点就 OK 了。我看一下这边哦。啊，我就知道你要来，还敢在那边乱搞啊，凯多，嘿嘿，没事。然后这边的血量应该也还 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顾的应该就是这边拉满之后，赶快去踏上面哦，这边拉这样就可以了。顾好我们的C点哦，避免让他们乱搞。我没有，应该也要顾那个下面这边，对，应该要顾这个，这个点比较重要，顾好就好了。踏在这边，他们就算夺掉也没有关系。3、2、1，结束这一回合 ，nice， 好不好？要找到一些重点的点哦。
这一点守住的话基本上就 OK， 因为他们会派蛮多人在这个地方的，然后你就在这边顾着哦，他们基本上就没办法把你这边的旗子给他夺走了哦。没有问题，今天的这个100赛季第一场是顺利获胜啦。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场比赛 ，Go Go Go 啊！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场比赛，走走走走走走起，没问题啊！我怎么先选这个大河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先看一下能不能快速先去夺宝哦。反正夺宝手的话，最好是一开始就朝西点那边狂冲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很好，然后后面交给那个守卫者啊，他们去弄。哇，对面好像冲比较快，完了，因为他是进啊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对面这样比较爽哦，因为我们为了要玩大妈，所以变成就是我们必须用那个，必须用这个红薯角色。完了，又是那个索隆。好，没事，我们的大妈形态要来了。干嘛？还想过来干嘛？哎哎，我们家有人要守过去 ，King，Nice！ 我先拉满这边，再去帮他。剑，哎呦呦，打到了，这没有 KO 哎、欸，我靠！喂，哎、欸，旁边那个也是凯多哎、欸，我靠，完了，什么鬼啊？完了完了，什么鬼啊？喂喂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可以一直躲啊？我们在旁边一直打他、欸，哎，我靠，这大哥，而且我们是在他旁边，哎，怎么一回事？我靠，好像有点惨哦，这个。完了，白痴，白打跟智障一样啊！我先躲，我先躲。哇靠！哎、欸，这凯多太猛了吧，哥！快救一下！还有救吗？还有救吗？交给你们，大哥们！哇，那边剩一点点哎！有有有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！哇，可是那个凯多如果再飞回来，超麻烦哎！我们要随时注意，他可能会乱飞了哦，各位，先把这几个点先拿下。不拿下不行啊！他们又来了，各位。完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救救救！死定了！哇！哎、欸，他们坐船过来、欸，哎，干完了。儿子打爸爸！儿子打爸爸！哎、欸，完了！另外一边又有人救，干，好难！我们真的是全部被那个凯多弄到一个烂掉，好恐怖！因为全新的赛季啦，所以现在基本上 S 加的这个位阶的话，应该也蛮多一些很厉害的人正在爬哦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爬比较。就是比较好爬的话，应该就是晚点再爬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场比赛有没有机会。目前来说，我们赢一场，然后输一场，所以是加了40几分，应该还算 OK 了。Let's go！ 好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，有没有机会打出好成绩 ？Go go go！ 哇，凯多不要再一直飞过来了！而且我们刚刚那一场的话，是因为先大河先，所以没有办法先把我们这边的这个阵营啊先拉满，比较可惜一点点。这场我们比一个帮忙先啊，应该是 OK 的哦。那大家这一次啊，第100个赛季啊，你们有什么目标吗？也可以在下面跟人分享一下哦。陈明目前的目标的话，就是私底下会一直打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打出我们好成绩，看一下能不能进到就是比较好的名次哦。毕竟也玩了一段时间了，第100个赛季可以纪念一下哦。只是因为我本身自己的这个游玩游戏的时间还是比较偏少。干，不是啊，这美印太强了吧？啊，这把我铁捅烂呢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痛的、哦？该玩美印了，真的、欸，各位。
好扯哦，有这么痛哎、欸，各位，好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真的超痛的，不然捅了几下我们就快挂了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哇靠！完了，各位，那只美鹰要直接把我们给砍烂啦！那美鹰太猛了吧！完蛋了，我要离开这个伤心地了。那个美鹰太强了，那个美鹰，哎、欸，我大妈好歹、欸，你好歹也是很硬的吧？妈打个没几下我们就挂了，怎么一回事？好扯哦，跟美英说拜拜，好扯，扯到一个翻掉，我的天！我来了，一起一起，你赶快去别的地方，这边交给我顾。这个队友的这个危机意识很好哎、欸，因为我可以就是顾满这边，然后还可以拉血，所以他就换去别的地方了。因为这整款游戏的话，就是一分一秒都很重要啦，你有没有就是去换个位置或干嘛的话，这些都很重要。因为你必须就是要在这些时间内去做很多的事情。好，先顾这边。傻小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我的攻击就打不到他们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哈？哎，我的那个雷射剑怎么那么轻易就给他拔掉了？ What a run， 太扯了吧！没事没事，大河赶快去拖一下别人家，他们现在全部都在下面，那边是很难上来的哦。我决定我们先打个奇袭，能够多拔一个奇就多拔一个奇。来来来，我躲，我这边也是很高呢。拉满拉满，啊完了！看懂怎么懂打大河欸，真的、欸、是很懂的，但每次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阵营应该是 OK 的，他们没有在夺旗，所以我们赢了，呼呼，好险，那个美英真的很扯欸，真的应该要把美英赶快练起来，好强欸，捅没几下我们就挂欸，怎么一回事，好扯好扯，美英真的好猛哦！好，那目前这是我们这个第100个赛季啦，好不好？大家这一次呢，泽明试一下，应该会先努力爬一点点啦。那你们这一次有什么目标？希望都可以达到喽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喽！